自古以来成王败寇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！要怪就怪那个老东西跟你们一样的不开眼，看看你们啊，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啊！你们看看我，你们哪像我呀？看你个屁呀！你看看你这个老东西，脚底生疮，头顶流脓，哎，脸上长鸡眼，身上还挂白毛，嘿嘿，你呀，吃得饱睡得着吗？你也不怕一批批的冤魂找你来索命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，胆敢这么无理的说话？两个刚才不是口气很大吗？怎么样，你们是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来？我们两个一起送你下地狱。去了西关会分心的，诗雨他们肯定行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对不对？
你们两个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来呀，来呀！你们要是不来，那我可要来了。西关，打他命门！好呀！棍就够了，住口！死到临头还逞口舌之快，老子现在就杀了你，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刀硬！你看上去好眼熟啊！第三关考核现在开始。
直接到。我只是提醒提督大人做好戒备，免得在知情的情况下，要是我们还被人劫了法场，这渎职之罪可是重罪呀。不劳烦冯大人您操心了，我早已向皇上呈上军令状，此次若有闪失，定当以死谢罪。提督大人请放心，师兄这次派我们来就是以防万一，与您一起协同作战，势必把这帮反贼一网打尽。哦，白眉道长倒是挺有心的。好说好说。你好生面熟啊。回提督大人，佳姐托梦给我，叫我向您请安了。俊杰，我看你也算条汉子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想还是不想？如果你现在反悔的话还来得及，不但可以保全你自己的性命，也不会连累你的家人。不过如果你要执意想死的话，我就成全你们方家，从此让你绝后。你好，我也算仁至义尽了，我就送你们一程。哎呀，要杀头了！哎呀，可怜了！看来我们是来生见了。彩公，彩公，打起点精神了。行，
快来救你爹呀、啊！咦，森森，你也来了？什么森森？哎呀，这没文化真是可怜呐！森森呢是东洋话，意思就是先生。哦，好久不见，郝先生。谁是胡慧贤？我就是胡慧贤。来的正好，省得我费力到处去找你。小子，今天死定了！我要为我的徒弟牛五马力报仇。要打就打，少说废话。你就是方世玉？哎呀，哪儿那么多屁话，一个大男人唧唧歪歪的。哎，有什么事你就说，我今天给你三个选择。第一，放了我爹他们。第二，放了我爹和蔡公他们。第三，放了蔡公和我爹他们，你自己选。如果不选呢？一字记之约，打。打我杀上金国小女孩太难了，一次之约一次之约我心碎，不问出总算活着见到你了。咱们这样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不是对手的是你呀、啊，老爷。现在我护着你，世宇他们应该没事的。哎呀，我们赶紧一起走吧。爹，这下我放心了，我发过誓要跟洪熙官同生死共命运，恕女儿不孝。小雪，快带老爷走啊！是，老爷，走吧。女儿啊，走，快点，快给我走，快点，快点。
方世玉，你也不过如此。大人，你。这段时间你练功不会白费的，而且有我们在这里，我想李巴山不会做出太过分的事情。不过你自己要小心，心态要放得平和，切勿动杀念。希望这一次能够做到一次真正的了结。弟子谨记。阿弥陀佛。世玉，你不用看了，无双不会来的。难道你要他看着你和李巴山决斗吗？他在小筑和五眉师叔在一起祈福，如果你想见他，你就给我好好打，知道了吗？谁都不可以插手，插手就是破坏本门声誉，也破坏这场决斗的公平性。李巴山怎么说，在江湖上也是一个有身份和地位的人，我相信他不会做什么卑鄙之举。不过他女儿李小环对世玉积怨太深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他的举动，以防不测。是。好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方世玉，有什么遗言，也该交代完了吧？阿弥陀佛，李师弟，虽然已经到了决战之期，老衲还是那句话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希望你再考虑一下，就此了结为好。什么都不必说了，我李巴山今天到这里。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要方世玉的命。喂，我说你这个死老鬼啊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现在还跟年轻人一般见识啊？你也来了啊？怎么，你是不是也要跟着一起上啊？哎，师叔，您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。我只希望我们双方遵守我们的约定。这是当然。你以为我会和你那个老爹一样？拿什么都当儿戏吧！你好了，废话就少说，想打就放马过来吧。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长辈，我让你三招好了。倚老卖老是吧？要让就让三百招好了。得寸进尺。怎么让不起啊？来吧，放马过来。
公平决斗，还请遵守公平二字。要是再敢违约的话，休怪本知事无礼了。武功修为怎么可能在梅花庄上打败我？不可能！爹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儿，事实都摆在眼前了。天底下的事不是你说不可能就不可能，你说可能就可能的。你这人作恶多端，趁现在我就宰了你！我爹，石玉，你，石玉，爹，不许胡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还想怎么样？当然是救人呐！快把你爹扶起来。外公，师叔，师叔，我爹他怎么了？苗师弟用功太深，他把大部分真气都输给了李师弟，恐怕要武功尽失了。啊，外公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原来他是想让我欠他个人情啊！哼！师弟，你这又是何苦啊？不必了。今天被方世玉打败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？我才不要你们王婆耗子假慈悲的。师叔，请听翠花说一句，面子是别人给的，脸是自己丢的。你们三番四次找世玉寻仇，所幸现在你已无大碍，我爹这么做也是还你们一个公道。希望师叔你能淡泊名利，也希望师姐你想想，以后逢年过节的，你总不想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过吧？没错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我看今天就算是一个真正的了结了吧。啊，三德，在。你先把李师叔他们送去五梅师太那里，这里的事由我来就好了。啊，是师父。是啊，大机房。这一趟还真没白跑，过几天师父大寿，我们也能送上一份像样的大礼了。有机会我还再想去一次凌峰村。你小子又看上哪家姑娘了？你了解我啊？牛教头，慌什么？胡慧前他那……胡慧前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碰见的就是那小子。就是他，在那儿。吴慧前，你也算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难道不知道怕吗？我要是怕死，今天就不会来取你们的狗命。口气不小。来呀、啊！
追！追！别跑！怎么，你老子难道还能从墓地里出来帮你啊？阎王老爷教了我索命拳，今天我就当着我爹的面要了你们的狗命。管你跟谁学的，就凭你一个人。是谁跟你说他是一个人呢？慧谦，你太不够意思了。你也知道打这种王八蛋啊是我方世玉最喜欢的事了。嘿，偷偷溜下山连个招呼都不打，真没义气啊你。哎，他们就是你的杀父仇人吧？我自己的事不用你。哎，胡大侠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哎，你忘了，我方世玉，我洪熙官，我胡慧乾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乐。哈哈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知道了吧？嗯，喂，别这么看着我，会爱上我的。少废话，什么人？哼，我就是你老子方世玉。我是洪熙官。杨海，杨海。只要你们真心悔过，在我爹面前磕九九八十一个响头，我就原谅你们。放个屁！起来，磕！起来，给我磕！起来，磕！再磕！起来，磕！磕！磕！好，小心！
剑就送你呢。哎，王管家有何贵干呢？陈老板，你居然敢耍我啊！卖假酒，你活腻了是吧？啊，你不把我当着店吗？哎呦，王管家，我哪里敢卖假酒？你们肯定是冤枉我了。嗯，自个儿尝尝。王管家，这酒分明是水呀，根本不是本店卖出去的。老子说从你这儿卖出去的，就是从你这儿卖出去的，给我赔钱！你怎么不讲理呢？讲理，我还揍你呢！哎呦，还打你！打你个孙子！赔钱！打死你个孙子！赔钱！赔钱！给我赔钱！打不死你！赔钱！广州街上还没有人敢这么大声跟我苗翠花说话呢。我管你什么花不花的，我今天就想打你。你就饶了他们吧，给他们吃点教训就行了。要换了我是十几年前的苗翠花，看我不把这些赖皮狗拆的是骨头是骨头，肉是肉的。是是是，你是女中豪杰，是巾帼英雄啊。方夫人，今天多亏了您呐。小二，拿两坛上好的女儿红来。哎呀，打几只赖皮狗只是我苗翠花的举手之劳罢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是吗？哎呦，那怎么好意思啊。这是上等的女儿红，我特地留给您的。啊，是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谢谢。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少爷他又去和那个人头猪脑的傅少爷决斗去了。哦，就是那个人头猪脑专找方世玉麻烦，一输就是几百两银子的那个傅少爷。就是他。那你紧张什么？等世玉回来，我又有钱买酒了。不是了，这回可不一样啊，咱们去看看吧。史玉，阿花来了。方夫人，夫人，等等我。方夫人，方夫人，这酒。
锁扣之后，打吃。哼，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只要你敢交出名册，我不但可以保你不死，而且加官进爵、荣华富贵，也都是指日可待的事。我要做皇帝，你肯吗？洪天佑，可惜了这一副侠肝义胆。如果不是各为其主，今天可就是一个把酒言欢的好日子。这里交给我了，叔叔，走吧。齐官，你带叔叔走。想逃？对这个缩头乌龟呢，少爷，我看他一定是怕了，不敢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是不是？你们看看，就我这气势，我这排场，想不赢都难。就是，少爷有礼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少爷？少爷，看来我这一百两银票，方世玉是无福消受喽。方世玉，你这个缩头乌龟，你就躲在你的龟壳里睡大觉吧，你睡大觉吧。我的银票呢？这怎么了？谁啊？你谁啊？方世玉，他老娘姚翠花。
狗尾巴和狗尾巴花的，你不就一老太太吗？少爷，你敢打我们家少爷？少爷，我跟你扇扇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！刚才是谁说我儿子是缩头乌龟的？啊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是不是你？快说，说呀！哎呀，这账啊，咬死他！我是菊花，哪个说我是老太太的？我，都是我，是我，都是我，怎么样？没事啊，我就是问问。拿来。什么呀？银票啊！你刚抢我银票了！不是，还给我！哎呦！嘿嘿，银票迟早都是我们方家的，这不叫抢。这叫预知，我给你保管着。拿来吧！我你也敢？费里啊！谁非礼我老妈？时也不早，时间刚刚好。哎，少爷太帅了！谁欺负我妈？哎呦，世玉，时辰不见，你瘦了。几个时辰不见，你黑了，小玉。阿花，你说刚才是不是有人非礼你？哎呀，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。哎，有人说你是缩头乌龟。你怎么办呢？就一个字，打。哦，那有人说你老妈不是翠花儿，是菊花儿，还是一个字啊？又一个字，打。哎呦！还有人说呢，说你妈我呀是老太太，还是一个字，打。哎，他怎么躺在地上了？你睡起来，我还想着娘，他是不是中暑了？好大的太阳啊！哦，儿子，不要比了，反正银票我都收了。老妈，我请你喝酒。我要喝上等的女儿红。嗯，走。少爷，方世玉，不许走！不走干嘛？陪你晒太阳啊！我要决斗！决斗？好啊！赢完你之后，我陪我妈喝酒。喂，快点啊！快，抬上来！是。少爷，这什么破车？自家造的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们的车是按不同季节造的，现在是夏天，当然是夏字了。这么高级的东西，说了你也不懂啊！臭小子方世玉，你小子连个标旗都没有，还跟我比？看看我！哎呀，少爷，让开！这漫山遍野都是我万字旗，论气势，你已经输了。妈，有吗？嗯，大头，少爷上，无极标。看着，方世玉，哎呀！少爷，好啊，少爷！
世玉，你好样的你啊！这个大家都知道啊，不用你说了。我不跟你废话，我在东街的牌坊上挂了个彩球，谁先拿到彩球就算谁赢。你要是赢了，银票归你；你要是输了，你就得当众给我磕18个响头，叫我18声大爷，再说18遍我服了才行。叫什么？大爷。什么？大爷。说什么？我服了。什么？我服了。合起来。大爷，我服了。乖。少爷，他耍你。他耍你。我还有你们说。你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等着给我磕头吧，你快点出发。是少爷。少爷必胜，少爷必胜，少爷必胜。喂，你不吹啊？不急，刚才说了那么半天话，口渴了，喝口茶先。来，少爷。喂，连人影都没了。好吧，各位观众，给方世玉一点掌声先。走了，加油，少爷！哈哈，冠军副，方大爷，我来了，走！加油，加油，少爷！少爷必胜，少爷来，必胜，少爷。陈有健，他是分舵青木堂的堂主，你把这里的事情告诉他，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。右足一起走，混账！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，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把名册送到广东。如果这本名册落到扎哈赤的手里，天地会就岌岌可危了。想我洪天佑没有什么大的作为，如果连名册都保不住的话，我有何颜面去见老舵主啊？叔叔，记住，广东肇庆有间酒楼，快走啊！叔叔，老天一定会保佑你的。别跑！
没事吧？问你话呢，少爷，少爷，怎么样？还赌不赌啊？哼，方世玉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我们再约。好啊，有人给我送钱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哎，我随时恭候啊，明天都行啊。明天就明天。好，明天不行，明天是我堂哥大喜的日子。嗯，后天，说好了就后天啊。谁要是不来，谁是乌龟王八蛋。好，不见不散。等着拿你银子，走。是少爷，少爷，请啊，请，少爷，请，少爷，请，请。走走走走，快快快！阿花，怎么样？你儿子我方世玉厉害吧？你玩够了吧？快回家吧！陈老板送了女儿红给我们喝呢。啊，真的？嗯，那走吧。哎，不不，等会儿，我突然想起来。刚才傅少爷说明天是那个有爹生没娘养，人模狗样，头顶生疮，脚底流脓，恶事做绝，非恶事不做的万全才大喜的日子。哎，你说那慢慢慢慢慢慢慢，你听错了，你听错了。那不会吧？哎，告诉我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？我紧张，我紧张什么呀？你看，方春玉，谁呀？打完了才出现？是你爹，好像你老公。哎，你完了，完了还不闪？快闪！不要了！哎呦，方老爷，方老爷来了！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！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！哎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好，我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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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吧？阿花，你不是说德爷明天才回来吗？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作为成年人，做人要讲信用。我哪知道啊，本来是说明天才回来的。阿花，德爷今天回来，我晚饭是没有的吃了。不过阿花你呢？哎呀，咻咻咻咻咻咻，什么意思啊？不会吧，阿花，你看不懂我的书法，也该听出我这么标准的发音了吧？哎呦呦，糟了糟了糟了！哎，你爹这次休定我了，不行不行，赶快想个办法。办法嘛，倒是有一个，赌赌。哼，
行，你爹身板这么弱，我一拳打下去，他起码吐两盆血。不行不行不行！娘，你想什么呢？不是打我爹，是打我。我舍不得。娘，世玉是从小被你用铁醋泡大的，叫什么？方世玉。如果连这几下都挨不了的话，怎么做十大杰出青年呢？放心吧，娘。打。可是我。娘，爹是嘴硬心软，当他看见你打我呢，一定会过来对我说：“世玉，你没事吧？”接着对你说：“哎，翠花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道理呢是用来讲的，不是用来打的，你到几时才能明白啊？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，你们两个进屋换套衣服，赶紧出来吃饭。哎，你们俩母子啊，真是气死我了。”臭小子，你还真有一套啊你。有其母必有其子，有翠花才有世玉。娘，好，打。好，真要打？错，是打得要真。哼，嗯，嘿，嘿，嘿，哎，哦，你搞什么？这样打连只蚊子都打不死的。啊？哦，我德爷过来了，要真打呀！哎，哇！喂，哎，哎呀！好了，住手！打不得，打不得！爹，我今天要是不打死你，我就不是苗翠花。你爹在广东一带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闯下这么大的祸，真是给方家丢脸呢！你，我身快叉烧也比你强，今天我就打死你，不然的话，怎么对得起方家的列祖列宗呢？反正你还有两个哥哥，少你一个不少。这真是胡闹。哎哎，爹爹，都是世玉不好，我又惹您老人家生气了。世玉不学无术，世玉胡作非为，世玉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世玉是坐吃等死，世玉是朽木不可雕也。爹，你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吧，等世玉死了之后，您和娘再生一个好了。就算是生一块叉烧呢，也能给爹您下下酒喝呀。爹，您就让娘打死我吧。娘，你打死我吧。翠花，翠花，你真要打死世玉啊？你拿的可是铁棍。老爷，你别管，今天我一定要给方家一个交代。死小子，你胡闹。世玉啊，你没事吧？疼，疼。翠花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，道理是用嘴讲的，不是打的，就算是玉是铜皮铁骨，你也会把他打伤的呀。我看今天的事儿就算了，我呢也不追究你了，赶紧去换衣服吃饭，我呀早晚被你们家俩气死。嗯，爹娘，搞定。来，大家一起吃吧。老爷。好好好好。啊，爹，来吃啊。老爷。好。啊，那德爷，那吃这个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哎，这个对。老爷。哎，这个这个。爹吃啊，吃点。我看你们俩是不是热情的有点过分了啊？这让我还怎么吃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身为人妻要贤良淑德，要三从四德，可是你，你看看你啊，哎，娶妻求淑女要贤惠，可你呢，一个妇道人家，一天到晚不是打麻将，就是喝酒抽水烟袋子。要不，你就跟方世玉打打闹闹，一天到晚的舞刀弄棍，这成何体统？我方家虽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，可是这做人的起码的礼数，我们还是要讲的。
佛不是不敢修你，也不是不能修你，是我不想修你。知恩图报这个理儿，我方德还是懂的。赶紧给我送一个女婿，什么样的都行，只要把翠花带走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方德，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跟我回去，要么在这荒郊野岭做个无坟的孤魂野鬼。我方德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废话少说，来吧。上。喝完酒还有架子，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。下了药，哼，不给你加点料，你怎么会乖乖束手就擒呢？不过你放心，那只是普通的软筋散而已。早知道你这么不识抬举，大爷我就直接赏你个断魂丹了，省得我们兄弟几个耽误这么长时间。弟兄们，上！欠人家钱呢，还是糟蹋人家姑娘了啊？是过路的商人，老不死的，找死吧你！嘿嘿，我就是老不死的，就想找死来了，有本事给我打呀！上！臭小子，老子还没打过瘾呢。嘿嘿嘿嘿。